黎的时候，我心里面真的是就非常非常兴奋，但是自己也很紧张，因为也怕说自己会表现不好，因为这个应该算是我入行以来就是一直想要做的事情。对，那当你可以，当你知道你有机会去达成自己的梦想的时候，你一方面也会觉得说很怕这个梦想自己会不会搞砸了。对，所以那个时候是很兴奋，然后又很紧张。现阶段跟我一入行以来想要完成的事情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很希望能够在我的专业表现上面就有所进步，然后表现得好。对，那接下来我还会再去巴黎，那也会希望自己能够表现更好这样子。Tvbs 周刊，我的时尚生活周刊。